天山之春，这是一首新疆少数民族一起演奏的乐曲。我们现在弹的呢，是由王范迪先生呢改编移植过来的。全曲呢，有很浓郁的新疆地区风格，有很强的舞蹈性。这个曲子呢。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呢，有几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呢，就在第一段，第一段里面呢，就是有这么个节奏。有这么个一句，这里头呢有个它是三拍子，它在第一个音上面呢是一个附点。因此呢，它形成这么个节奏，就是当哒哒哒哒哒当哒哒哒哒。这个节奏呢，就是新疆地区很流行的、很有特点的节奏。因此，我们在演奏的时候要注意了。第一，就是要把那个附点音要弹强一点。在谱子上面呢，它下面还写了一个凝音的记号，就成于这样，都有这样强调的。然后呢？就把那个后半拍，就是后面的这个一小节的当当当当当后半拍要加强，它谱子上都标明了，希望同学们注意这一点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把那个新疆地区的风格呢，表现的比较清楚了。这是一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呢，它的标的这个曲子上标的速度呢，它是逐步快的。到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已经有144了，这个地方就是144了，然后到后面这一段就是168，这个地方就是168，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呢是逐步快起来的，这一点要很注意啊，比较要注意。如果在速度上没有变化的话呢，他的情绪就推不上去。